相信我，我们三个一定会走得很远。来，这边这边，先和你们来确认一下哦，两位要确定一起组建部落吗？啊，确定，要确定。他们厉害，他们也厉害。有跳有唱，什么嘴，还能创作，还有创作啊！其实汉语他自己也能 rap。现在只剩一个最后三人部落可供你们选择了。对，好，确认一开始要组建三人部落，对不对？对，确定。好的，那请两位直接入座。小白，小白，再想想，再想想，再想想。现在真的不想啊？其实我们可以现在就组，我们现在可以就在一起。可以啊 ，Peace man。We save two for you. We save two for you. 没有、no. 我们想好了，想好了，想好了，我们要玩一下。对， oh, 玩一下，玩一下。Yeah. 有自信，有自信 ，I love it. 八组初始部落已全部组建完毕。谁选我？我没去路了。老天自有安排，快点来。OK， 我看啊，还有谁？哇，不好弄啊。你也没人选吧？对啊，我也没人选。对啊。我就不信没有空位。金哥，你签了吗？我没有，谁找我都不知道。我，小白。几人组？几人组？我们只有三个人，就我们三个是吧？对，可以吗，哥？可以吗，哥？唱跳演，唱跳演，唱跳演，也差不多，我只能会这些。就是。金哥，谢谢你。谢谢两位兄弟，我你相信我们，你真的相信我？我谁都信。哦，金哥！哦，金哥，现在他们俩帮我挑了。有的确，靖哥在之前虽然他大部分的时间给我们的印象是演员打星，但是其实我有看过他很多的舞蹈视频，靖哥是完全就是不输任何领域。我就写了一个爱团，对，就是这个爱里面有包括了有一个心在里面，有一个友情的友，就不是说一个队长会高高在上，然后那个团字就是。一个框框，一个才在里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加油加油加油 ！OK， 来了。如果我们的太空舰队明天要踏上征服星辰与大海的旅程，出发前将演唱一首歌。这首歌我很熟啊，你熟啊？是我一个朋友的歌。哇，这个我蛮喜欢的。这一切是要跳的。这段可以 freestyle 自由发挥。这首可以演得很帅了，当时。嗯。可以。Yes。我有个问题。如果我拍一首歌最后没拍到的话，那个分会不会还给我的？会、啊 okay、全额归还。对对对、okay. 是的。那我们就继续了。80火力值两次，你们加不加？你不加不加？不加我们就拿走了，你们加我们再加，反正80火力值三次成交。哎，恭喜恭喜恭喜啊，加油加油你们，恭喜恭喜。可以可以可以，算是战术成功，可以可以可以。有人跟我们喊的话，对，到我们直接喊满，就对，我觉得是。他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对对对对，就是要有一个吓唬人的动作。那我们其实只有这么多，扮猪吃老虎是不是 ？Yes。但是老天有安排，老天自有安排。Yes。接下来我们竞拍第四首歌，《七美迪》这首歌曲起底火力值是11，有愿意增加火力值的部落吗？来，请举牌示意。11，一次。抢不抢？不抢。我们全部用在抢爱。我就抢一下我里边。11就拿下这首歌了，我的天哪！把那个牌给哥，让哥去抢一下。11，拍照一下，捂一下。
哎，好，张晋部落，加十，二十一，一次，加吧加吧，加一就加一，我们先抬高他们物价，二十一，好，陈辉部落，五十，五十。男人嘛，他们的基因里面就会爱斗，那个战力已经有一点开始敌意，胜负欲是肯定有的。嗯，我也不想输，这个气场已经感染到我了。然后男人嘛，就是热血。来这儿，六十，六十。好，陈辉部落，六十一，绝不浪费子弹。六十一火力值，一次。好，请问投送多少？七十一，七十一一次。我干叶曼，七十二。好了好了，等一下等一下，你不像玩摇滚的，追着打，对了追着打就对了，不用赢太多，赢一点点啊。我觉得他不想笑。八十二，哇！张晋部落投送，没有那么那么多分的。八十二火力值，陈辉部落八十三，好，陈辉部落投送八十三火力值，八十三一次，八十三火力值两次，哥哥来。八十三火力值，三次，好，漂亮，好，恭喜陈辉部落以八十三火力值获得了《七美的》这首歌曲。啊，我说他们比我们多一点，因为他们前面想举了，还好还好，你看我们一用八十，还好一个八十，你这一定是。好，那接下来我们马不停蹄，站在高岗上。站在高岗上这首歌起底火力值是十，有愿意增加火力值的部落吗？跟他们玩玩吧，他们也会改加的。乱喊了乱喊了，有人想捣乱了，可能想捣乱都没用啊。一百，哎，来一百，哎，我跟你们玩，我跟你们玩。我们不要了，你拿去。我可以，真的吗？只要你敢。要我玩吗？来，你是真的不要吗？我怎么可能不要？我们全下，我们全下。好，现在站在高岗上的竞拍正式开始。站在高岗上的火力值为十，有没有增加火力值的部落？我们把我们五十一的气势拿出来，欧耶！那你们请问是多少？我们只要五十一。我们五十二 ，yes， 五十二，知道吧？现在是五十二火力值。晋哥，张晋部落，我们九十一。哇！好，现在张晋部落已经出到了九十一。晋哥太猛了，啊，我都不敢这样玩。晋哥，我们九十二。现在站在高岗上这首歌九十二火力值一次，九十二火力值两次。你们不，我们也欧赢了，你们不问问我们的意见吗？请问你们还要再增加火力值吗？太没有了，给他们。好，站在高岗上九十二火力值三次，陈江。谢谢。恭喜 Bridge 部落获得了歌曲《站在高岗上》。好，接下来爱这首歌曲，爱这首歌曲起底火力值跟名字一样二，有意愿增加火力值的部落吗？我看谁捣乱，有没有人捣乱？这个是林志炫，林志炫一样全下。晋哥玩嗨了，晋哥真的玩嗨了。有意的话请举牌示意。好，张晋部落九十一。火力值，他们是九十一，两次，九十二，
不好意思，因为你们在前面关于这个火力值配送环节的时候，最高值只写到了70火力值。哦，分配火力值，我们的一半足以70，这样也行，可以。所以你们的竞拍环节不可以超过70。好，最后91火力值，三次，成交。恭喜张晋部落以91火力值拿到了《爱》这首歌曲。哦，他们不小心抢了，被收了。哦，玩大了，这回玩大了。哇，不行哎。我们哪首歌？现在哪首歌？哎，就是想去，也不叫玩吧，我觉得是一个策略，就是要消耗掉人家的火力值，因为我们很肯定的他们会选爱的那首歌，所以我把我的所有的分数都压上去了。谁知道他们那么吝啬，那么喜欢的歌才拿70分出来，这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拍也不可以超过之前的。哦，这我现在才知道这样玩。糟糕了，进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环节，拿到球的人不想接，对啊，想拿的人拿不到。哇哦，我以为一翻两瞪眼，那个送出去之后就等公布结果。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但是我不放弃。今天这一段我全部给 Piano 跟你们。这个歌很明显就是艺术组的。歌错，你在哪唱都是错的。我好坏的。然后到最后哎，原来追根究底是其实对于投票规则没搞清楚。惨了，哎，惨了！林老师真的要彩虹西服了这一次。完全没有想到他会拿那么少的分来抢歌，如果那么喜欢那首歌的话，结果他们，他分数想要也要不了。那个当爱团认为，对他们而言，应该也是烫手山芋吧。我们玩的是自己，害人又害己。不是你们开始想，你们想要的人选 MMA 啊 ，MMA， 如果真的定了，我真的会笑话我们自己。哎呦，哥哥们，你们可以吗？没有，其实我们就叫着玩的。我知道。对啊，其实我们也是想捣乱，对不对？对，你们如果跟他们商量一下，你们 O 不 OK？ 我们是 OK 的，我们肯定 OK。还好，双方都有各自的意愿，对方不想要，然后到后来，哎，终于还算是各自安好，安回原来的位置，这样。好的，各位哥哥们。刚刚张晋哥哥他们部落开了一个小玩笑，把这首歌曲给拿下了。但是经过双方的协商之后，我们确认一下，他们选择重新进行一次竞拍环节，可以吗 ？OK。果然是演员。好，来，《爱》这首歌曲的起底火力值是2。69。张晋部落69火力值，太坏了！一次，这太坏了。70。好，林志炫部落70火力值，一次，70火力值两次，最后70火力值三次。谢谢！恭喜林志炫部落以70火力值获得了《爱》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火力投送继续 MMA 这首歌曲起底火力值是1 50。52。恭喜张晋部落以52火力值获得了 MMA 这首歌曲。 Yes。我们现在从这边进来的吗？新铺开张，免费品尝。有人。免费品尝。对，先生。哎，你好。小店开张，可以免费品尝。免费品尝，那太好了。凯哥，我们不要那个，我们直接下去下一个。两位先生，要不要尝一下？西
谢谢品茶，那就。哦，你得喝完这一碗才能喝下一碗，拿起来就必须得喝。啊，那啊，这你这个是什么？啊、来干着。再来一碗。恭喜这位先生，再来一碗的话将获得我们题目。神秘题目。Yes， 收上，谢谢，拿好，拿好。欢迎下次再来。好，不来了，不来了。一定要来。喝不了了，喝不了了。金哥，我觉得我还要继续去找题。你来解决答案。靖哥，靖哥，等等我。什么了？哪个？什么哪个？这我能告诉你吗？你告诉我，你告诉我。问一下那个谁？好，走。我不会告诉你，别耽误时间。我靖哥，哎呀，我耽误时间。你告诉我，我求求你。小白，哎，你把他抱着，你把他抱住，你把他抱着，我去打电话。我走不了，你抱着，哎，快，拉着他，我要去打电话，别让他过来捣乱。别动。慢点，没事吧？烦死我了，打个电话好难。哇，喂，汉宇，我有个问题要问你。李云迪像《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谁？李羊羊。李云迪，喜羊羊啊，不是李云迪，李羊羊，李云迪，喜羊羊。对，李云迪，李云迪像木村拓哉？没有，李云迪像喜羊羊，你有没有打这个字？像喜。大哥，你能快点吗？大哥，哎，我们不一定是打给自己人是吧？对，应该打给其他人也可以。喂，咋就挂了呢？听电话呀，大哥，汉宇，你在练我唱歌啊？ You want me dead？ 在家的任务，不听电话。会让我成为失败者，大声对自己说。啊！不接电话，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啊。有人说蔡少芬与张晋的爱情就像在无垠大海里遇到一条温柔的鲨鱼，这条温柔的鲨鱼表白了几次 ？A 三次 ，B 三十次 ，C 三百次。三次，回答正确。三百次。我们回答这道晋哥又是你的。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老婆说普通话。这句话出自《滚蛋家族》哪位哥哥？晋哥。哎呀，我挺巧的，都问的是自己的问题。不听电话，我静音了啊？为什么要静音？我平时手机都放的，我今天手机就特意一直放身上，但是静音。哎，我不喜欢当队长。他俩推选你来当队长的理由是？年纪大吗？我都比小白，我都可以生他了。对吧？虽然我看起来他可以生我啊，开玩笑，就是相对来说吧，可能还是比他们稍微稳一点。你们俩让我听一下好不好？我还不会呢，这首歌。我听不见了。信念的防卫切断我呼吸，完全听不到原因，都被你们盖住了。我连这首歌怎么唱我都没学会，然后我在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开始飙高音了。我说：“哎，你们小声一点，我听一下那个原唱是怎么样的。”我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夸张。我觉得我们现在商量这 X part， 我们到底是要玩什么？我觉得那段 X part， 我们可以有一半的时间，我觉得可以一起非常齐。他们俩都挺像的，都是属于比较冲动型的。
特别是小白，他会比较更专注于啊，我想这样，我想这样。我有一个想法，这段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个集邮，做一个铺垫。哎，我有个想法，就着重就打我们这个热血就完了。我自己有一个建议，编曲里面有配脚步的声音或者怎么样。而且他们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一点四川话叫神戳戳的，就是有点神经质。 3, 2, 1 fight。 哦哦哦哦哦，说一句靖哥最常听到的话，臣妾做不到。就他们俩挺激动的，就可能需要有时候需要去稳一稳他们。 MMA 它是一个格斗嘛，所以我们入台的部分设计是八角楼，想要做是真的格斗式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还原。哇哇哇，太帅了吧。哇，这个太燃了，不犹豫果断，不犹豫果断。我们可以把武术融入到我们的表演里面，这个机会太好了。我这个太帅了，景哥就这个吧。你们先冷静，你们先冷静。在听到这个创意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有一点抵触的，他们俩的反应就是好，可以。太帅了。我觉得大家在兴奋之余还是要冷静地想一下，我首先要看可行性和观看性。我想知道就是现场的观众听到的就是我们唱的，但是打完这段是没办法唱了，因为这个比跳舞累很多。靖哥，我明白你的担心。 X part 结束之后，因为第一句是你，我们可以改，我可以唱第一句。不是第一，我多歇十分钟才有用，多歇十秒钟都没用。 但我觉得应该还好。哎，你打过吗？我没有打过，但是我也做体能训练嘛。你的体能跟我的体能是完全不一样。我知道不一样，但是我想说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在打完之后，其实我们唱的东西都不高，我们憋一口气。因为我们以前武术表演的时候是会尽全力去做这一趴的，尽全力做完这一趴是喘的话都不能说的，就喘的。哪还有说憋一口气唱歌，你个有氧运动跟我这个差远。靖哥一直就是稳在那儿，然后一直没有松口。反正我内心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太好了，放几个招就可以。嗯，你可以吗？我可以，我也可以，因为我拍过蛮多打戏的。我演员哥，你拍过打戏？我演员哥，我不是歌手。如果靖哥您担心，我觉得靖哥可以把靖哥做的比较难的动作，就是你比较偏向于这个打斗的。可以。可以的，相信我，可以的哥。因为这首歌是叫 MMA， 是混合格斗，如果你要达到一个好的效果的话，肯定除了自身的训练之后，还要有旁边的人的配合，所有人的走位、时间、距离、力度、反应都是很重要的。哪一个环节出错，都会觉得是一个失误。可以的，相信我，可以的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试，我觉得可以试。因为对，就是我好开心。哇塞！为什么？哇塞！太帅了！如果给我时间去练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把握的。怎么加结巴了？有把握的。这个太酷了，从来没有尝试过，来了这一定要不忘此心。太帅了，就一定要来试一下的。太帅了。然后他们俩的那个激情对我起到一定的鼓励，然后再加上这首歌也叫 MMA， 也叫混合格斗，这首歌不打的话可能
其他歌就更不容易打了。应该是我跟小白就像两团火焰，把剑哥给融化了那么一丢丢。我本来觉得自己还好，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我像老人家，因为这个已经快到幼儿园的感觉了。你话没说完，我知道。可不可以？可以。剑哥竟然会接梗。哦，有吗？所以我觉得剑哥也是有一个开关，他那个开关打开了。什么严肃不严肃，他跟我们一样也是班级里的小朋友。 I am ready for the fight. I am ready. He didn't mean it, that's alright. I never cry. 这嘛，我知道你可以吐口水那种。 Seven. 你们怎么都那么帅，我不是那个，怎么了？要慢一点啊，我很 man 好吧，我很 man 的啊。这个你应该不后悔跟我们俩组吧？很后悔。好难过。没办法，木已成舟。对，生米煮成熟饭，认了吧。我遇到两个疯子。哦，静哥，静哥，哎，静哥，你这次要 dance 吗？给你们看看好不好？哎，还有的，哎，你他这个呜就打断我了。你这个呜 ，OK， 等我慢来一个先。5, 6, 7, 8, 9, 2, 1, 2, 不要不要，我自己来。赖过来，哎，等一下，赖过来之后是哦啊，然后就什么，完之后就是，哎，为什么我不记得？赖过来之后，等我想一下。哎，刚跳了那么多遍啊。休息，我再练一下，现在去练，加油，金哥，你可以的，你都可以，对，我都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我们等你啊。哎，对，你是选超级男生，那我俩应该见过。我13年快男，对，快男的时候，因为我有一次去那个《天天向上》啊，去表演剑术和枪术，有一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一期啊。我天天有刀刀，好比浪涛。我好像有印象了，耍了红缨枪。啊，对，那有你吗？有我。对，那我们就很早以前见。对，只是那个时候没有交流，也不熟。对。静哥今天本来是想走 rapper 组，对，因为我觉得衣服的选很过瘾，是吧？对 ，rapper 很过瘾。没关系，我们可以，我们也可以玩啊，可以让你过瘾。对啊，静哥，我是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音。对，他全能。潘宇呢？我都可以，花瓶那全不用钱。我是全部融。我觉得他跳舞好干净，利落、干净、干脆。我呢，就反而要向你们学习。但是我可以学得很快。对，汉语哥，哎，我真的不知道该叫你宇哥还是叫你汉语。我是比你大呀，我比你大好多岁呢。但是感觉你很幼稚。本来还以为在夸他呢，你好年轻啊，但是你变成幼稚。你29是吗？我27。你28，27。我年底11月才28。我比你大5岁啊，宇哥。20岁，我比他大，劲爸，劲爸爸。对，虽然我已经可以生小白了，但是我也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其实都有点变化。劲哥变化有点大。在那个八角笼的旁边，不是在后面走位吗？这里好像是要正常走，只不过就不是这样的走，就看戏一样。就是你如果要走位置的话，就带着情绪走位置，带着戏走嘛。哎，你过来的时候，我们俩真的就交流一下。大佬，你也是，很不错耶。快去吧。好。我怎么会跟你们俩在一块？我已经尽量拉低我的那个
年龄跟你们一块玩了，可是这个我真玩不了。可以的，好，可以的，这个，可以的，打得好，特别好，耶，哎呦，给你拍。哦，对，我还带着劲歌比跳高。我以前我就喜欢打篮球，而且我弹跳最好的时候，我是真能够刚好就把球摁进去。现在只能轻轻碰一点儿，碰到就……我估计我都能比你跳得高。真的吗？现在我也比你跳得高。真的吗？你摸一个地方，我看看能摸到。不是，就看这个，其实能看。但你现在你的手高已经比我长了吗？不，不用摸，我们就手顶。我是说你的手长已经比我长了吗？对，长半个手，长手指头，这个有五厘米，八公分。这个手指头有八厘米啊？我这个中指没有八厘米吗？跳一个，好，那个B的脚啊。对。矮一点点。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往上一点。你别撞电视机上了。不会。哎呦，不会。你怎么会这样撞？你侧着撞，侧着跳，我有点不会，我把握不好这个距离。B 的那个有印儿呢，但我觉得如果是正面，我可以更高。你还得让我八公分呢。哦，近身高嘛。哦，对对对。那个近高嘛。那我们真差不多。近高。纯高。唇高，润唇高。我起不来啊。起不来啊！一二，哎呦，劲儿真大！把我很喜欢的这个胶片的一个相机送给我们张晋部落队长晋哥。然后，其实我也给了晋哥一个任务，有任务、啊，那我回去了。没有，总共有54张胶片，希望晋哥能够把我们第一次见到的场景全部记录在里面。过去了，即留下了，也是珍贵的。对。谢谢大家。很谢谢他。通信的时候他说啊，我看了你的 vlog， 喜欢拍东西，送我相机也应该是有考虑到这方面，所以我觉得他还挺细心的。金哥，我刚刚想到一个，就是有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在里面，含五个字的，叫进击的宇宙。我们把我们的部落比作成宇宙，我们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能量，然后可以无限的庞大。进击的宇宙。对。进击的宇宙。你呢？你的名字在哪里？的啊，那个白。那的怎么会是白呢？的旁边不是个白，一个少。哦。你知道我刚才想什么？进击的白汉子。我一想，哎，白汉子，干汉子也不好听。那下一期不一定是这个。白举纲，张晋，高瀚宇，白举纲。钢，我们可以是钢铁的钢，可以谐音吗？可以，钢铁的钢，举这个字儿，反正真的不好造词儿。对，然后面向击退，信念的防卫切断我呼吸，如亡命的。不，你控制一下，真的，你的饭在那，清汤的。其实，进击的举人，白举纲的举。说实话，我觉得不错哎。举人比状元差一点点，所以要进击。这个解释也很棒啊。然后我们就进击，还可以。改成晋级，我们一直不断的晋级，真的不错哎，这个名字网感很强啊。那汉语高汉语的名字在哪儿？我是人嘛。晋级的女举，他刚才想的是晋级的宇宙，我说你在哪儿？他说的。
那个都有都有个白字，白字旁啊，实在想不到了。哎，我又想了一个名字，也是五个字，也是五个字，五个字。你说，宇宙的尽头，宇宙是没有尽头的。就你还是在那个的里面是吧？对，我实在想不到我的字。你还在那个的里面是吧？好像尽头也不太好哈。换成镜的话，就是镜头，张镜的头也不太好。怎么？你多少吃点？你刚吃了啥？可能能量不够，得先吃点。吃点就想到。我做错了，我做错了。小朋友，而且还在对冲啊，头是这样的，肿起来了。哎呀，哎，真的有点肿了。还以为是不是你，还以为你是练武打那一趴打到的呢。哇，这就叫打肿脸充胖子。这是失误了，但被打到眼眶了。啊，动作是这样的。然后他是这样的，幸亏你这样脑子捋一捋啊，别，因为我们很多动作都是有这样风险的，你别到时候后面就痛痛痛。宇哥，我第一次差点打死你，嘲笑我。Yes。接下来的是第七个部落。这个部落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他这个队长是一个理智的 cool guy， 他们的练习热情都让队友能够哇兴奋到流鼻血。金哥踢我一脚，快！有请张晋、白举纲、高汉宇带来 MMA， 有请。如果我们的太空舰队明天要踏上征服星辰与大海的旅程，出发前你会说些什么？我们的舞台就像太空一样，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东西我们并不知道。面对未知的危险，遇到困难，遇到险阻，遇到荆棘，我们绝不趴下，绝不投降，我们像战士一样击破他们，打碎他们。特别贴合 MMA 这首歌，动作调一下吧。来，预备，一二走。啊，太低了。哇哇哇，金哥保护好膝盖。金哥，金哥好帅，太帅了。砰啪，我也好想变成他们啊！被金哥打一下也是真的是值了。我完全是沉浸式的在欣赏，就像个粉丝一样。汉宇，你把你嘴闭上，你都可以喝一罐牛奶了。金哥变武术动作的时候，注意力被金哥吸引了，我就不自觉的会站那看，我就会看进去。哇哇哇哇！好像我说什么他们都觉得行。但有时候我也要说出来让他们试了我才知道行不行的。在打斗上面我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现在这样的，金哥你看啊，然后他过来啊，可以哈，情绪嘛，你要 I never cry Japan Japan。 但他肯定不疼，我看一下，我就不啊啊，小白你的样子不要不要忍啊，你的样子要狠一点哦，就是不好看，不好看，我可以这样，不好看，我跳起来顶膝盖，你让你挡就挡就行了。哇哇哇！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我试一下，我试一下，就是打完之后。啊！我说这个打，他以为你一进来先旋风腿嘛，啊，要不然没有气势。他的节奏也是那种非常电影的节奏，就啪出，咚，啪，哇哦，帅！被靖哥编排武术动作，我觉得是我作为一个演员的身份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光荣，也很荣幸，更多的是 happy。我们要做的就是练娴熟，练稳。三四一。二三四，上。他俩没有经过专业系统训练的一个人，但是他们该练的时候，他们是很努力的练。还是会有特别累的时候，汉宇躺在沙发上睡，躺着垫着睡。小白一直都有关心，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一是我的嗓子，因为我嗓门大，一直不好保护，然后他会一直给我喷他的那个药，然后他也会给我们送膏药。没关系，快点接呀！哦，谢谢，拜拜。靖哥，一张够吗？可以，我把它切，肯定有剪刀。这些点点滴滴让我会觉得，他们俩这种关心，让我觉得心里面是暖的。真的觉得我们有通过排练这个 X Part 的过程，让我们三个一是变得更熟悉，二是变得更有团体感。叫爸爸，劲爸，爸爸，劲爸，劲爸。一个接近四分钟的舞台结合了我们每个人所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这次是真的做到了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的目标肯定是朝着第一去的，不想拿第一的部落不是好部落，我们要做第一部落。欢迎所有的观众来到我们 MMA 格斗阵地，这里有最凌厉的汗水，最坚硬的拳头和最热血的舞台，请所有观众用最广大的声音跟我们一起倒数 3, 2, 1, 5. 累的心伤，血的染上，哪怕我耗尽了所有，也要坚持战斗。双手抱头，拼命还手，没有理由，就让我成为失败者，大声对自己说，现实狠狠把我击倒在地，碾碎我的勇气。别想击退。信念的防卫，切断我呼吸。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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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不够，时间一转眼就没有，我身处在没硝烟的战场。我要把对手都击败，举起冠军的金腰带。在地点碎我的勇气，别想击退信念的防卫，切断我呼吸，愿望离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进京的汉子。进是张进的进，汉是汉语的汉，白是的的左字左边。的的。哎，我知道进哥他是武术很厉害。对，你们二位学过这些吗？我是觉得不管我们两个有没有学过，但凡在进哥面前，我们俩就是菜鸟。哎，不要不要，他们俩这段时间练得有点辛苦，但是我觉得已经满分了。谢谢我们张老大。靖哥是真的，其实平时真的很少夸我们，因为他平时有的时候在排练厅基本上是一言不发的，很少说话。他今天主动夸我们是第一次，是不是？这边元首小白，你都有一个动作不到位，小白你这个不行。有的时候就说，哎，我觉得不好看，不好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直白，上来第一句就夸我们。哇，我感觉到了你们的突如其来。夸多了也不行。好的，那喜欢张晋部落的麻辣烫们，你们准备好了要为我们七号部落的哥哥们投送火力值了吗？现在倒计时开始，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张晋部落，把我们的哥哥冲刺第一。有这个你就很容易就忘记前面的现场感啊。哇哇耶、Number seven。我觉得他们是最 man 的，整个舞台创意很好。他们在 X part 的这个武术的环节，我觉得是让我很印象深刻。今天这一段 X part 打出了心力，而且最后他表演完了以后还要吼，还要唱，还要跑，我觉得特别的好。中间里面加了一段子，啪啪啪啪啪啪啪，我最喜欢是第一下就啪啪，吼了不讲，挺好挺好。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态度，武术的设计非常的行云流畅。我觉得练到这个程度，看得出来哥哥们真的是花时间精力的。设定了非常多的动作表演的情况下，把 MMA 唱的在 vocal 部分是非常稳定的，我真的是要给他们点赞的。那张晋部落的刚才的表演，大家会投上多少火力值呢？请看大屏幕。好的，截止目前为止，张晋部落获得的火力值是439。439也不低了，我觉得很高啊，真的很高了。同时，我们一起来看看目前表演结束的七个部落排名前四的情况。好的，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排名第一的是陈小春部落，火力值是571；排名第四的是张晋部落，火力值是439。好的，谢谢张晋哥哥部落的表演，谢谢你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谢谢晋哥，谢谢小白，我爱你们。我觉得跟他们俩一起
应该还可以继续走。什么叫应该还可以，哥？好，甩甩甩甩甩，太棒！小梅，晚上回家表扬你，棒了。听说离大哥近一点，不离。我们真是一个 team。对啊，我们当然坐一起了。你就认定靖哥和小白，我觉得我们其实已经渐渐开始有团魂了。三个人齐心协力做完了一件事情，就是团魂。他们俩任何一个人离开，我都会有不舍的感觉。啊，结果在哪里呀？结果在哪里？我们一共的成绩到底在哪里呀？这里有张晶呀，这里有举纲，还有个话很多的高寒宇，他是七丽丽丽，要是排面很靠后，我会很不开心哎。第四是我的底线，他刚第五了。我不要第五，不要第五，结果第五。放轻松，如果第五，我就舔地板，惩罚自己。果然是花絮技术。呸呸呸呸呸！坏的不灵，好的灵。是我们新部落的首战的结果即将发布。那我先给大家要念一下我们的一个赛制的规则：八支部落经过了排位赛之后，前六位为安全部落，末位两名为危险部落。危险部落需要自行商议一名成员出阵进行转会，若转会失败的话，则该部落需要自行商议一名成员暂时离队，暂别舞台，自己选一个人走。哇，哎呦，这有点残酷啊。转会邀请成功的部落，我们需要输送150火力值。所以大家都感受到了，今天我们要面临的是一系列的选择，都不会很轻松的。哎呦，我泥儿都快搓出来了。放松放松，快嘛快嘛，我哎呀，没啥紧张的，有点慌。我怕我们是末位的那几个，而且是要面临淘汰的。我就在想，我们三个人刚建立起来的友谊瞬间就要崩塌了，我瞬间好难过，很焦虑。我现在有点想哭哎，他们这个规则太难受了。别哭，我看不得别人哭，我看别人哭我也想哭。哎，我不知道为啥我就好难过。你不要这样，哥。哎呀。我预计我不会哭，因为我已经32岁了。并不能。金哥还要先去尿尿呢，还搞半天呢，还得。你这么帅，哭花了眼。我真的怕输啊！我不想输，我不想淘汰，我也舍不得小白和金哥。哎呦，这才第二期，你就要这样弄，真的是挺讨厌的。不会哭。我回来了，他在哭，害怕哥。冷静，冷静，冷静。怕输啊，哥，真的怕输。输，我们是对付。人家说的是暂时离开，你怕什么呢？你知道名次吗？我知道名次。你知道？我知道。你猜？是最后两个。靖哥，你不要这样。没有，我确定一下，是不是最后两个有？最后两名才会有人要离开。给谁先看？来，看懂没？我们是第五，舔地板吧。如果第五，我就舔地板，惩罚自己。我舔了，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啊！这么早就哭了，你的名字都不知道你就哭了。哎呦，我害怕，我害怕，我。看到我们是第五的那一刻，这地板舔就舔了吧。啥味儿的？木头味儿，因为是木地板。舔了也就是直了，是吧？什么叫直了？
我没有因为舔地板直了好吗？我只是觉得认了。Yes， 又要选择，我不太喜欢再选择。谁选我？我没去路了。我已经倦了，要写选择的感觉了，是不是？我不想选了，随便。老天自有安排。我也不想选，我也不想选，让别人选吧，让别人选吧。你也没人选吧？对啊，我也没人选。对啊，结果最后没人选我。那也太过分了，这才好玩。队长都不管了，随便随便随便，金哥，随便随便金哥。What？ What？ 怎么样？愿意吗？你们愿意吗？我们的第一选择。愿意吗？对。哎，你们是定了吗？哎，你们是定了吗？你们定了吗？金哥，金哥也给你的室友稍微一点点时间就可以，你来我们这边也聊一下。好的，好的。一会儿你过来一下，金哥。我突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代表我的部落来跟你们聊一聊，金哥。金哥，我强力推荐了。有一种，哎呀，我好高兴啊，我好高兴啊，哎呦，我们三个好高兴，兄弟，我来了，二十几，那一下就感觉被捧到了天上一样，我突然好开心哦，我好高兴啊，冷静冷静。我们已经说完了，我们就是，明白，诚意满满啊！张晋哥他们的那个组的舞台太炸了。MMA 他们是最像标准唱跳的一个组合，我就是建议我们去找他们，可以把这个舞蹈的部分能够把分数拉起来，就是这么简单的想法。我觉得我们跟张晋他们那一组 MMA 那一组，他们今天那个今天填的 OK 的，对，唱跳只有他们，小白和汉语，然后包括晋哥他们都能唱能跳还能闹，汉语他们也很强。对，为了最好的演出，晋哥也可以。晋哥的，对我们跟我们合并是完美的 the first choice。对 ，MMA 这三个人跳舞 OK 的。唱歌也没问题的，舞台的表现能力肯定是跟我们部落加分的。如果他不选我们，我们有没有别的选择？我会把这件事情定下来。我作为队长，我今天就把这件事情定下来。你说了，你说了算。我们 leader 特帅，特别帅，这就是男子汉，你知道吗？老爷们儿那种担当，就是我就觉得就这个孤注一掷，就是他们。所以现在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有想过，嘿，会不会可以有点 rap 的东西啊？因为我还没 show 的嘛。因为都有很多人说，他还没 rap， 什么时候会 rap 啊？就是自己啊。歌曲是什么？对 ，Hip Hop Man。说完了，说完就 OK 了。金哥，我代表我们的队就要表达一下，我们的第一选择是你们的，觉得。这次后面的规矩是一个需要一个 vocal 的，也是需要一个 performance 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互补这一切了。OK， 你定了？还没有。神经病啊！我们是这么想的，很简单，因为我觉得强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我觉得你们加入强者，我觉得未必会凸显出你们的强项的。而且我并不是对你们没有自信，只是我觉得你们加入强者会掩盖你们的光芒。其实说的也挺有道理的，果然是说相声的，每一次都说的都很有道理。我们欠缺就是像你们这种舞台表现力，我觉得还是大家把每个人的就是特点发挥出来。轩哥要表达什么吗？我一般对于选择，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选择恐惧症的。我特别不喜欢选择，很有一种选择恐惧症。Yellow， OK。来，欧阳靖盖说吧。欧阳靖。但这一次我们的方向是很明确的，要跟你们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没有第二选择，就是第一选择是你们，也没有别的。首先感谢。
当然，你们也可以考虑，这不是不是那个。对，很有道理。我们想一下，我们想一下。想一下，想一下。好，我们也开个会。真的。我拿个喝的。你要让自己的光芒，我觉得展现出来是最重要的。真的，真的。哥，你说我们不想选择，但我们现在还是在选择啊。我都行。我突然觉得我也都可以，我已经满足了。确实跟陈炫哥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可以很帅。但刚才云龙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对，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说的有道理。对，是这样。我们抛硬币吧，我觉得是。不，这样，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我怎么突然觉得有一次草率呢？现在他们已经确定了要他们自己要和谁要搭档吗？不知道，其实任何一组我们都会尽力而为。我觉得我们刚刚跟金哥握手是决定了这件事情的。好，他刚刚讲的超好。我们刚刚是跟汉宇他们聊的，他讲的超好。真的他讲的，他第一次让我觉得他得分。终于认可我了。来了。看他们找谁。我们有结果了，我们组是投票的。如果是我的话，我找炫哥。我都三个都可以。对，我就旭哥和陈炫哥。陈炫哥 ，OK。成团了。哇！哇！谢谢选择，谢谢选择。给你握手就不是了，就感谢嘛，就是。是。他们握手就是了。现在这个组合音乐创作的有好几个，然后跳的也有，这个组合对我来说也是挺理想的。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陈哥。两组同盟，我们要进行隔空全员一致挑战。每一轮呢，都会对两个同盟提出同一个问题。同盟给出答案以后，我会通过这部时空电话联系同盟内未在场的哥哥询问这一道问题。如果你们和未在场的哥哥答案是隔空一致的，视为该轮挑战完成。率先完成两题一致的同盟可以赢取150火力值。所以呢，现在我会问你们同一个问题。来，如果你们拥有一种变帅的魔法，你们会选择给同盟的哪位哥哥使用？好，然后说阿炮，然后给阿炮打，然后就希望他会说，哎，当然是给我啦。啊，对对对，这个是好的，好不好？咱们就搏一把吧。认同，好不好 ？OK， 好，搏一把了。OK， 好。我觉得我们的话，我吧，打给靖哥，靖哥一定会猜是我，我觉得。是吗？我自己感觉。打给靖哥，那他一定会认为是你，是吧？我觉得靖哥一定会，应该会。我觉得靖哥应该会。靖哥肯定会是我。OK， 那就行。对，就是你。好，我们可以打了。好吧，打给靖哥。如果要有可以变帅的工具，想给谁？小白。那我再问你一句，如果有变丑的工具，你想给谁？有两个问题啊。对。哦。是不是？哦，变帅给谁？变丑给谁？啊，还有变丑的。我同时问你两个问题，这样你们会答得快一点。哦，好。变丑给谁？给 Jerry。然后打给谁？侯哥或者云龙。咱们试一下，好，他们先，我们打给靖哥涛姐。就这两个问题都是小白，那让汉宇来补充。对，让汉宇补充。是，让汉宇补充。好，希望靖哥可以清醒。 Hello， 来了。嗨，张靖哥哥，我需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我回答你两个问题。好，如果你们拥有一种变帅的魔法，你们会选择给同盟内的哪位哥哥使用呀？只能选一位吗？对对对，选一个。你觉得我们谁最需要变帅一点？非常需要的那种。对。我商量一个答案，你等一下。我觉得是小白需要变帅。不要商量。我商量。靖哥，你不用商量，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不要商量。我觉得给小白吧。
问题，如果你们要是有一个会变丑的魔法，你们希望选择给同盟内的哪位哥哥使用呢？我给 James， 我不用想，我给 James， 他太帅了，他要变丑。金哥，如果还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多一个魔法把他变矮一点，他太高了，你听我说，金哥。别说了，静哥，你让汉宇说，你再说，你不要那么早给答案。说完了已经。我听不清楚。你看说什么来着？草率了。哎，没关系。你们打给谁？陈炫哥。来。你所打的电话号码已经没有了。你所打的电话已停机。Hello， 陈炫哥哥。如果你的同盟兄弟被人欺负了，你会找同盟里哪位哥哥？静哥。好的，谢谢。赢了。Yeah， of course。加几个。我从来不打架。I never cry， 加大加大。我从来不打架。但是我不能跟汉宇商量，只能我来决定。我觉得应该要跟你们说一声。你觉得我们就一起回来，还是？我刚才坐车回来了。我跟你讲啊，这个路程不是很远，但是你外边很晒。我是觉得没太大必要再去为这个，没错，因为排名的出场顺序本来就，那我们仨都觉得坐车回来吧。对，好，拜拜。好 ，Let's go， 走。聊啥呀？还不能告诉我。三 A， 咚哒啦哒，咚哒啦哒。我觉得整体连队很好，散发出一种很开心、很正能量的一个状态。OK， 动作了，感觉不像跳踢踏，那表情，刚才你们都太酷了。我真的觉得表情这块真的应该跟小白多学学，小白随时随地都是这样。小白来一个。我说实话是对的，真的。李承铉哥哥，陈铉，来。Just kidding 啊！想看静哥的，很想看。我告诉你，我进入状态很快的。来音乐。金哥一定要把这个情绪得教我们啊！他连续30分钟，真的，金哥练的最小的，他现在马上去舞台都没事儿。主要这个张娃太狠了，要不然怎么敢来这个节目？金哥是我最大的一个惊喜，这个舞蹈他消化的太好了。金哥，我想从你这边学一点怎么弄的。我没跳过，我只是。凭在电视上看着印象去找那种感觉，因为那个百老汇的他们可能是上半身会放得很松，他们是有松和紧，就是比如说这，哒，哒哒哒，咚咚哒，我在笑我。太 crazy！ 哇！金哥的性格他不是那么严肃的，他也是有很温暖、很可爱的一个部分。为什么你们安排一个最高的给我在旁边呢？噔噔噔噔噔噔，这才好玩。你觉得我可以吗？你觉得我可以很潇洒的这样靠在他肩？来，把它换掉。不好意思。哎，我上次要的特异功能是把腿锯掉，怎么还没锯掉？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舒服，很开心的。You like an ostrich. 我相信大家都是同样的感觉。
完全状况外。我们大家一起跳到五个人一次都没有跳，我们再下课。只要有一个人跳再来，可以？哎，是吗？金哥可以休息。小白和韩宇给我们的团队很多活力。公园的呢？这是什么？公。你在学我？Yeah. Come on, come on, 去一个。哎呦我呀，直接离没有手路，没有手路。别了啊！哎呦，吓死我了。但是 ，Han Yu and Xiaobai sometimes are like kids, like jumping around and throwing things and hitting each other. I haven't seen that in a very long time. 我真的提防你们俩，全是陷阱、啊。他们是，就感觉两个特别调皮的孩子，他们一直闹来闹去。所以这个走路整个都是在椅子上面。对，对。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长的。哦，那个公园凳子。对。公园凳子。您。你先别试了，你先下去吧，老头子。什么？你们两个做一个交叉 cross， 就是来，你来 this and that。哥，悟空组在隔壁。这是什么？鸡肉？我不是鸡肉，鸭，鸡蛋。Chicken, duck, the family 。You eat your family, so the whole family. Your whole family. 都到齐了。Cook together. 你喜欢做饭吗？我喜欢做饭。其实我做汤、做蔬菜都还可以。Soup and vegetables. 蔬菜。对。我喜欢做牛排。牛排。牛排。I really like steak. 我也会煎。牛排我也会煎。牛排我也会煎。因为煎牛排就是不难，但是要煎的好吃就还是。我喜欢用蒜片，蒜。蒜 sour。sour？ 不是 sour， 不是 sour。Oh garlic。You have to cut like garlic slice。Okay。Garlic。So it's garlic。Yeah，it's garlic。哎，我就说了 garlic。我想说那个片。你对我的英文是没信心吗？不是，我想说那个片。Garlic slice 就是铺在这里，对，切成片，然后噗，用一点点 oil 橄榄油，橄榄。Is that garlic oil？ 这是什么？啊，我不说了。不是 olive oil。Olive oil。Olive oil or 健康。Or。Or butter。怎么 little butter？ 怎么说 butter？ 黄油。黄油。对 ，or butter。Or， you know， 牛肉。你除了 or， 其他都是中文是吧 ？Or 牛肉，or 大蒜。Or beef 旁边。但是用 or 来界定其他的。但是 or 是非常好，你的口音非常好。Or。Or。蒜片。Or。Or， 我真的想说中文。牛油，牛油，牛油，对。寒雨，傍晚车窗外。寒雨，今天晚上你没有吃炒饭。所以你才要吃牛肉丸。我爱吃，我爱吃牛肉干，我爱吃牛肉干加你的鸡蛋。
还有你的荷包蛋。James， 你 James， 回家睡觉要叫 James。我今天带了一个鸡蛋给 James。Yes。不要这结巴又如何？一个人的命由吗？来早了，没有人。盖个！哎呦，幼稚，真的。欢迎光临。吓死我了，嗯呐。有点意思啊。放个。Hey bro！ 哎呀，哎呀，哦，吓死我了！白警官，白警官！啊！别，我是哥哥，不要欺负哥哥。你吓死我了！箱子都干飞了。还好我箱子质量好，你太幼稚了，真的。哎，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双管齐下，里面一个，外面一个。可以，可以，可以。试一下，你先来一道，你第一道好了。我第一道，我第一道。你第一道，我第二道。好，像静哥来就算了，我怕他直接一脚过来。来了来了。3, 2, 1。没事吧？哎呦，丹丹，不至于，不至于。你这就在等我，还是你准每个人都准备下？没有啊。为什么？晚上不要吃我做的饭，尤其给你单独盛的那份千万不要吃，里面会有什么不明物体，我说不好的。每天都有 party 一样。金哥，哎呀，海龙，海龙，张马，我没洗头啊，哥，啊，没洗头啊，对，没洗头，直接就来了。你还要继续吓人啊？我不来了，我很有成就感啊。好没成就感，好没成就感啊！哎，我觉得所有哥哥被吓的那个画面可以剪一个鬼畜。啊啊啊啊啊啊！够了！这个！哇哇哇！慢呀！吓我一大跳。也是个体力活，挺辛苦的。哎呦，那你们心挺好的，没有吓我呀、啊？没有，我们刚才说了，说静哥就算了，我怕他一脚过来。为什么他算了？我是他们哥呀。Yes， 我们就已经是两组了，我们分开了，所以你们三个还是你们三个了，我们四个是我们四个了。你们被强行被离婚了。这不是离婚，这是分居。对，分居。我们是，你只是带了我们两个儿子，冲动的和可爱的去旅游而已。没有，我甩不脱，甩不掉他。没有，我跟小白现在是静哥的拖油瓶。拖油瓶是他说的。我不是拖油瓶。哎，接下来有几个人报名都想做的绝活是模仿。模仿、啊、模仿，好啊好啊，模仿某一个人是吧？对，汉语你可以先上来。打个比方，我今天刚回来，我说陈轩哥，我今天跟别人比体力输了。陈轩哥就会说，汉语
你不要那么冲动，你这个鸡肉是买的吗？你看看人家春哥。然后春哥这个时候就这样，对呀、啊，是不是啊 ？OK 啦 ，OK，OK，OK 啊。然后这个时候旭哥来了，哎，汉宇，要不要吃点面包片呢？这个好像哦，这个像。哦，那里还有很多水果啊。汉宇，那家裤子不错哎，哪里买的？我好想给袁龙买，你要不要？好啊。你要不要喝点水？听你的。然后这个时候理想来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OK。还有号称哭零次的李承铉和高瀚宇哥哥。哎呀，我哭过。嗯，对的。高瀚宇，你会写零次啊？他是比较爱哭了。我每次都并没有想哭，但是就这个情绪到了，控制不住啊。瀚宇，你对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我是个坚强的人。你坚？这咱们还有很多问题是之前搜集到的，哥哥们。想说的带引号的心里话，我写的投诉，我想直接跟瀚宇也说，我写的，瀚宇你太吵了，真的。瀚宇特别热情，早晨经常在二楼听到的就是李书全，是吧？哦对，怎么样？瀚宇，张姐有话要跟你说。高瀚宇今天晚上排名遥遥领先啊。高瀚宇每次一见到我，起来，起来。你知道有一次瀚宇就看着我，突然他说了一句：“启哥真的是属于花美男型的。”我说：“哦，我刚刚说谢谢。”他说：“就是现在老了。”然后我也没打算追他，他站起来在那儿转了两圈。我不是个跳绳的人。我这就是。不是我开玩笑的哥，我每次看到你不需要话筒，哦，我会改正的，你会继续的，我下回尽量把我这个音量稍微调小一点，好，感谢大家，大家不要离他太近了，三二一，开始。梁焕文、谢天华、黄志啊、李云迪、张智霖啊、李翔、林志炫、麦亨利、热狗哥、言承旭、布瑞吉、赵文卓、陈小春、李承铉、张琪、敖选、小白不是白，不是白，白举纲、James， 还躲 Ricky。哎，还有你，还有你，张琪，好，计时到34秒 ，Yes。目前排在第一位是俊哥啊，俊哥你好猛啊 ，Yes。嗨，刚回来，老婆，老公，你不在，我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又当爹又当妈，需要处理的事儿多吗？多，对于我这个不爱管事儿的人来说是很多的。但我们还算乖了，我们不又不惹事儿。对，幸好。主要是瀚宇，对不对？啊？这个儿子，瀚宇他不是他那个不是问题，他那个只是有时候需要刹车而已，偶尔需要。我今天练完之后，我好开心的。小白兔回来了。耶、yeah ！而且还是一只开心的小白兔，嗯。两位哥，你们慢慢吃。吃完了你就？饭吃完了，菜还剩很多。你觉得饭桶那么快跑远一碗了饭？你还想跟我动手？他居然做了一个这个动作。没有，我是这样的，我是这样。
活腻了，活腻了，金哥活腻了。哦不，金哥，金哥大壮你活腻了，金哥大壮你活腻了，爸爸，胳膊我忍不了，爸爸。金哥还说你活腻了。No way。什么意思 ？What's 活腻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就是你不想活了，他说。我不想活。他说你是不是找死？他说我没有。Do I want to die? No。对。不是，不是。啊，他们，我说的是静哥。Oh, 就是。你说我就可以了。我没有，绝对没有，静哥，你相信我，绝对没有。那你说谁 ？No way， 我说了我自己。活腻，活腻，你这个求生欲可以啊。OK 吗？你们那边三个舞台，说 OK 也 OK， 说不 OK 也不太 OK。明白，一模一样。对，哎，老鼻血，没事，哎，鼻血，鼻血，没事。是看到我有这个反应吗？俊哥，不好意思，俊哥，你把衣服穿上快。俊哥，待会穿长袖和穿长裤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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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Yes。哇，好晕啊！有点晕呢。有点晕啊。哦，我觉得不要那个吧。就是没有太多竞争力。不是怕有难度的舞，就是比如说难一点的，我们也可以努力去练。就我们俩为什么要出来唱这首歌，就是想跳一点难一点。哎，不是一般人练几天可以跳到。对，不是我们之前舞台所跳的那些，大家一看其实哦都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去把这个学了，不想去做一个我们觉得勉勉强强的东西。我是代表整个劲舞团的七个人。当然是考虑团队的存亡。然后再转过来 ，OK OK。Do you wanna dance the night？ 好，帅。最后一次喊拍，然后就跟音乐试一下吧。Do you wanna dance the night？ Do you wanna dance the night？ Do you wanna dance？哎呀，不行了！累出了大公鸡的声音。哦，再来一遍。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Do you wanna dance？ 啊啊！缺氧，何止是缺氧？四分钟的歌没有重复动作，而且是从头都会跳到尾，跳的同时也要唱。是要练了下来才能体会到的，因为练的时候真的是喘得很厉害。喂，起，咚咚咚咚咚，哎呦，咚，哎呦，哎呀，听到没？咔嚓，没事吧？疼。所以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然后就我还听到了那个声音，是这儿还是这儿？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没有穿过正式的衣服试，我们俩的衬衣都是真丝的，很滑，所以滑的时候我们在用力往回掰的时候，我的手就扭到了。但是为了劲舞团这个团体，就只能回家去舔伤口。那哥，你晚上回去还是要贴药的。记得贴药，哥。谢谢宝贝儿，开始照顾爸爸了。回来了。你还没睡吗？你放心，晚了。回去接近三点的时候，小白从床上爬起来，虚着眼睛跟我说：“静哥，你回来了，辛苦了。”我说：“啊，没事儿。”他说：“你记得贴膏药。”然后我洗完澡出来之后，他又躺在床上说：“静哥，你回来了。”他又说一遍，然后说要闭着眼睛说的。他的脑子就是哪怕是已经进入睡眠了，还在想着这件事情，非常感动。应该点起冲动心态，冲动心态摆在风中，起舞无坏，令到心随时古怪，此刻的心中巨骸。
下课了，他直接下课了吗？直接走你！我其实如果往外撤就会太远了。试一下啊。好吧。这可能现在。蹦蹦蹦蹦蹦蹦哦，这步其实还不用回来。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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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走！啪砰啪砰啪，好，明白。再去啊！再追剧 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Do you wanna dance? I don't wanna dance. I wanna sleep. I wanna take a break, please. 我们歇一会儿，再从头来一遍，好不好？好，来吧。歇一会儿吧。你是想从头来一遍吗？从头。你是想从头来一遍吗？是啊。哦，对不起。哥，你再问我一遍，你是想从头到尾来一遍吗？啊，不是啊，我是想从头到尾来一遍。哦，我还以为你想从头到尾来一遍呢。好无聊，他俩的表情是，你没听懂这个冷笑话吗？没有。潘源，你今天戴的是红帽子吗？不是，我现在戴的是红帽子。哦，我还以为你戴的是红帽子呢。一般人没反应过来。搜寻什么的自然，处理什么可惜啊。我特别，你这歌特别像《祝你平安》，你听过吗？我们知道啊。你才知道，我早就开始说了。我们早就开始唱了。祝你平安，祝你平安。然后让他快乐围绕在你们身边。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聊聊，我们昨天在台上唱了一遍，送给导演组，送给工作人员。靖哥慢慢的相信我和小白了。从一开始靖哥会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吵了，你们两个太吵了，到现在靖哥跟我们两个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三个一定要在一起，我们的情感是有在不断的升温，然后不断的重新构建，磕磕绊绊然后在泥潭里挣扎着滚过来的。因为每一工我们都没有一次是轻松的，对于我和靖哥来说每一场都是咬着牙挺过来的。我都没想到，因为我觉得 MMA 我们完成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排在第五，哎，好像观众不是太喜欢了。后来我也跟他们说过，我跟小白和汉宇都说过，我说你们可以，如果被打散了你们可以选一个比较安全的团队去加入，然后他们俩就这样看着我，哥你不要这样想，我们想一直跟着你，就他们这么跟我讲的。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哎，真的到这步了吗？就是我们仨还在一块儿，我有点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一路披荆斩棘走到现在。 Yes， 来陈轩哥哥，我想要邀请白居刚，他曾经也是我的儿子，只是他是跟着爸爸走去留学了。那你用妈妈的口吻再跟他说几句，让他心动一下。是舍心有爸爸好。你认为你能够邀请得到他吗？其实没有自信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试试看，因为我们心想他。其实真的是很纠结的，一直以为邀请完了盖之后靖哥第一个会邀请我，我当时我心里其实砰一下落了一下，靖哥第一个没有邀请我。然后陈轩哥他又问了我，最早组队的时候就很想跟陈轩哥他们组队，
但是我又是和靖哥和汉宇一路披荆斩棘，斩到武功。所以当这个选择在我脑子里面左右为难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可能有个恶魔在告诉我，我要不要就去陈炫哥那里吧。我们来看看白举纲会不会来到我们的现场。非常残酷地告诉大家，李承铉哥哥邀请失败了，拒绝了，拒绝了，拒绝了。因为小白是我们最开始组三人组的时候就跟我在一块儿，就没分开过。他就是去亲戚家走了一趟，就跟妈妈走了一趟，他不可能这会儿就。最后，理性和感性总结出来一个统一的答案，靖哥。为什么理性也是靖哥，感性也是靖哥？就理性的话，就是其实没有理性了，我觉得全是感性。小白，赶紧的！你昨天晚上说梦话都让我贴膏药，你不是我家人，你怎么会说梦话让我贴膏药呢？张举纲，张举纲，你改名字吧，过来吧。过去了，我先走一步，等我，等我。今日不举铁，明日白举纲。哦，小白来了。炫哥过来跟我说的时候，我真的啊，其实是内心很难受的，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对，能理解，尊重。OK，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让你放到一个很没有没有没有完全完全理解。OK。